阿婆，啊，今天来这行啊，来是要去对啊？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先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。什么故事？慎选朋友的故事。有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，你被怎么了吗？我带朋友来恭候街，他们想要吃宵夜啦。嘿，看到一间足特别，伊迄挂包的外形哦，佫是猫爪的咧，遮古锥啊。嘿啊。啊，我袂当食宵夜嘛？为什么你袂当食宵夜？我今摆控制我的身形啊，你有看到吗？你确定你有控制吗？有啊，严重的控制症。但是吼，我朋友伫边啊讲，你袂食甲素素叫，我真挡袂住。一直甲你写对啊，你系真过分呢。这种朋友真。那是我绝对袂安尼做诶。你是甲笑。好啦，今日我连暗顿无食，今天吼就直接来这里吃给你看，说不定哦，真的有惊喜的发现，我们去吃看，行。你是那个谁吗？金城武，对，金城武。阿波，对啊，我们家都超喜欢你的。高棒的啦，好吃欸，很丰盛欸，超丰盛的啦，真的，尤其你的更丰盛，鸡腿都已经多到，你看哦，它已经超过了欸，整个鸡腿已经超过整个挂包的范围了。它的鸡腿是属于瘦长型的，可是也是算有厚度啦，对，它厚度大概有1到2公分，嗯嗯嗯，正常大概1公分，然后偏厚地方大概是2公分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很有诚意啊，很有诚意，这个65块加蛋加10块，75。算是蛮好的宵夜选择，把它当一餐其实还不错啦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它的蔬菜给蛮多的，很烫。它的挂包是热腾腾从蒸笼拿出来的，看到就觉得爽。来，哦，哦，鸡肉好嫩哦，嗯。它鸡腿这样看起来很推，欸，很推，因为厚度又够，然后又嫩度又够的话，欸，其实好吃咯，喔，好吃，非常好吃，会了够多啊，嗯，我这口它的面皮比较多，它面皮超级松软的，欸，密密上上，欸，你的酱跟我酱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欸，其实我觉得我那个酱味道还蛮丰富的，欸，你的是美式，它有点美式，又有点泰式酸辣，因为它加番茄。哦，是因为番茄啊，我刚看到它有用一颗番茄泥在上面，而这个它我这个是纯泰式，所以吃起来就是一点点酸酸，一点点辣辣，然后甜度比较高，欸，真的很好吃哎，欸。它的皮不知道有没有做馒头哎，欸，太丰富，我等一下再回答你。就是我做馒头已经超好吃了，它有那种面香的甜，对。就是你咀嚼几口之后会有甜跑出来，对，它不是调味料那一种，是面香的那一种。嗯，我有点甜耶，咬一口。其实他们还很贴心的一点，因为他知道哦，这边都是老街，很多人是逛逛逛逛逛逛到这里来的。像国华街啊，有很多卖吃的嘛，但是你来这里买个小点心，你就可以用这种盒子拿着啊，就可以走过去吃了。个北拜，我点了一个红豆，然后这个是抹茶。欸，它抹茶看起来很抹哎，我给你看一下。看起来超级抹的，可是我比较喜欢吃红豆啦。我吃红豆给你看一下，好吃吗？超搭，超会搭啊，哦！嗯，超会搭，这个就超会搭了，不是啊？那是当烙印的猫爪，我讲，那是烙印猫爪，嗯，好搭哦！你刚才讲的真的很对，它这个如果做馒头啊，一定超级屌。面皮好好吃哦，我觉得它面皮真的是它一大优点，啊，而且我吃到现在还不会口渴哦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因为有时候你那我只要买饮料不买你的咯，不要这样啦，无糖煎茶，无糖煎茶，谢谢。它这个吼真的很搭，因为它里面的红豆啊，它加入那个颗粒感的，所以你吃起来啊，它那个甜的味道跟口感是一起进来，就一个不小心吼，一颗你就吃光光了，而且这个一个才45块，真的蛮推的哦。来这里啊，如果逛逛小巷子，买个宵夜吃，真的很棒。它从晚上，然后会一直卖到宵夜的时间，好像卖到2点。大家晚上如果找不到宵夜的选择的话，哎，你好，老板娘，
巧合价呀、啊，真的哈、啊，那面皮那才厉害啊 ，Q 啊，嗯，在吃健康的啊、哦。这个面皮是用日本的荞麦的一种纯手工的，哎、哦，荞麦本身对咱身体做好。我怪只胖的。来来来，这是阮的招牌传统的，来，请你吃看麦。恁在土豆腐免钱啊，对吧？土豆腐哈、哦，不是免钱，但是东西要实实在在，舍得人家吃啊。对，然后不可以偷工减料。好，我来吃看麦。就胖啊，用心哦，用心做哦。啊，会当麻烦以后恁加嘴较细支的好无？安尼我夹袂落。哦，袂使啦，我嘛希望吼人可以食粗饱。哦，啊对哦，恁就是食粗饱猫爪包吼、哦。对啊。哦。哎，我甲压一下啦，我破坏它一下。哦，每一口都有肉哎。是啊。好爽哦。嗯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无讲，你加花生粉入啊？就有一个酱的味，那什么酱啊？那就是阮用心，嗯，特调的，阮主打胡麻酱。胡麻酱？是的。然后它吃了以后、嗯，你会觉得它是很搭我们的食物，嗯嗯，然后很搭这一块鸡腿，真的。然后再来，不会造成我们有时候吃麻酱，你会觉得口会很干，但是阮这家人全部是的，真的，整个都湿润，而且。它跟你们的榨菜超级搭，对，超搭，对。啊，哎、欸，你看洋葱给很大块，对啊，蔬菜给很多哎、欸，嗯嗯，菜是真的蛮推的，真的、哦，嗯，而且跟鸡腿好搭哦，不温和不伤味。哎、欸，它这里有哪几种酱啊？这里有我们刚刚吃到泰式嘛、嗯，然后你吃美式嘛，嗯，然后刚才阿姨给我们那个传统加胡麻酱传统酱，然后学校餐员加胖，最后一口。吃完啦。走啦，回家了啦。快点啊！他们阿姨把我打开。根本不可以乱丢肉色。阿姨可以帮我丢一下吗？谢谢谢谢。那你要回家了？对啊，我走了。哎、欸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哪哪？要上你登记讲话吗？假头发熊盖喝干你家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朋友分享给你啊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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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、啊、我们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太热情了吧？哥、欸，那一包包我炸等你呢，有价格有量，真的爽呢。等你吼，我等你来吃看卖啊。哎、欸，那好价吼，我要分享给观众朋友、欸。这个蛋真的是太好吃了，昨天那个阿姨给我的，哦，超正哎，它那个皮薄薄的，这超级入味嘞。昨天吃第三颗，好好吃哦。刚才吃到，他也忘记分享给你了。好厉害，还有那个丸子，鲑鱼丸，你都简单的稍微烤一下而已哦，调味已经很够了，而且每一口都有鲑鱼，厉害，丸子也好吃，然后这个他们的包子、欸、好可爱哦，哎、欸，每一个啊，闻起来味道都不一样，应该是不同口味啊。我有吃一个草莓的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草莓好吃。草莓，哦，欸、这都很厉害，买回来然后配了自己要吃的东西，超正超正。外面后面阿姨跟我来杯，他赶紧讲好吧。好，那我要出去吃饭啦，拜拜。啊，我们公和街这边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嗯。你像我们前面呢、啊，来去诶，当去个水神宫，然后还可以到海安路，海安路你就可以去看一下神农街，有蓝晒图啊，有古迹啊，都蛮美的。然后如果逛了那一些地区以后，就可以逛来我们恭候街，看一看我们假钞爸猫爪包哦。其实是真的是让你们会觉得不虚此行，真的物美价廉哦，真的，嗯嗯。